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让你解这个不等式啊，那么怎么解哈？我两边给它除以三，哦，这除以三的话哈，我把三分之一拿进去的话，这个就除掉了，哦，这个就是 x， 这除以三的话是三分之一嘛，啊，大于等于这个除以三的话就三分之七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不等式，我们知道绝对值它的意思就是说距离嘛。哦，这个是 x 到三分之一的距离，哦，比如说三分之一在这里嘛。那 x 呢 ？x 哈，跟三分之一的距离哈，要大于等于三分之七。那你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七，就是等于三分之八嘛。也就是这个如果是三分之八的话，那 x 哈跟呢三分之一的距离要呢大于呢这个三分之七这个数字嘛。所以的话 ，x 哈它要呢，在那个三分之八的外面，外面，它有可能在这里，我这里的话，就是这个距离哈，是等于三分之七嘛，啊，或是这个距离也是等于三分之七，那三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七，这个等多少？三分之一哈减掉三分之七，这个是等于三分之负六，所以是负二。也就是这个要在这外面，而 x 要在这里，啊，还有包括这一点，这一点到这里刚好是等于三分之七，所以这个范围都是，这些范围的 x 哈，它与三分之一的距离都比三分之七大，所以它的解哈 ，x 呢就是大于等于三分之八，或者 x 哈小于等于多少呢？负二。